么同日三台，体现了我们整个在顶尖难度的儿童心脏移植已经由探索走向了成熟。这一天完成三台手术不是我们想要的，是因为刚好这一天有三个很合适的共性，很适合这三个小孩子，匹配是非常好的。看到你胸片的情况，你比正常人都很棒，得到临床上的有效使用。心情就是特别的复杂吧，也很高兴，因为手术很成功嘛。要感谢那个可以捐献那个器官的他们家里面的人，还有那个小孩，我是很感谢他。以后我自己怎么样，我也会捐献的。有共性也有受体，你一定要有这个意志，要有这个技术力量，要有这种拼搏的精神去完成它，去走之好。捐献者的这种大爱，这是我们值得非常尊敬的。我们觉得对他最尊重的是让他捐献的器官能够很顺利的这种生命得以延续。儿童心衰有一部分是可以通过药物来控制住这种心衰或者治好这种心衰的，但是有一部分是药物治疗效果不好的，那么这一部分心衰我们就定义为中末期或者难治性或者危重症的这种心衰。到了这种阶段它不是不可以治疗的，所以大家不要放弃。